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亲子游戏节目。今天呢，猪猪侠的超市要开业了啊，不知道今天顾客会不会多呢？他正在想着呀，突然听到了车的响声，嘟嘟嘟，哇，是熊大、熊二开着车来喽。他们来到这里以后啊，下车喽。准备上他们这里买点好吃的，哎，是熊二，还有呢，熊大。好，他们下车呀，看到了猪猪侠的超市，哇，这里有这么多好吃的，熊大、熊二，啊，他们看到了好吃的呀，就挪不动道了，啊，咱们进去买点好吃的吧。啊，他们来到了猪猪侠的店里，看到了超市啊，有这么多好吃的。哎，猪猪侠一看，来客人了，来顾客了。啊，熊大、熊二，你们想吃点什么呀？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很多好吃的，有水果，有新到的蛋糕、汉堡。啊，这些蛋糕和汉堡都刚出炉的，特别好吃。你们要不要买一点呢？熊大一看，哇，看看有这么多种好吃的蛋糕，还有汉堡啊，当然要买一点啦。熊大和熊二呀，开始挑起来喽。哦，我想吃汉堡喽，汉堡。熊二说他想吃汉堡。那咱们就给他们买一个汉堡哦，这个汉堡非常好吃的汉堡，非常新鲜啊！熊二说我等一会儿付完款，我得先吃一个，肚子都饿了。熊大说我也去选一个啊，我想吃蛋糕啊，这个蛋糕比较好。还有巧克力，还有草莓上面，还有奶油，咱们就选这个吧。我选这个蛋糕，非常好吃的水果蛋糕，还有巧克力呢。好，咱们给它放在这里。熊大、熊二又来到了水果区域呀，看到啦，有水果，有香蕉、菠萝。还有苹果、桃儿啊！熊二问熊大：“咱们买点什么水果呢？”熊大说：“咱们买这个大桃子吧，看看这大桃子多新鲜呢！哎，咱们看看这个大桃子，非常的新鲜。是呀，猪猪侠说这大桃子特别的新鲜，而且呢，都是成箱成箱的。哎呀，好，那咱们就买一箱吧。于是呀，熊大、熊二就买了一箱大桃子。好，那猪猪侠给我们算算账吧。猪猪侠来到柜台呀，给他们算账了。啊，一共是50块钱。啊，他们把钱付了以后啊，熊大说：“啊，咱们快点先吃一个汉堡吧。”和蛋糕都馋了，熊二呀，拿起汉堡，哎呀，太好吃了，太香了，这么好吃的汉堡，熊大吃他的蛋糕了，哎呀，真甜，又香又甜的，做的太好吃了，下次呀，我们还会光临你的店的。他跟猪猪侠们说拜拜喽，下次我们吃了再过来光临。好的，猪猪侠说：“那再见啦，欢迎下次再来。”于是呀，熊大、熊二开着车把他们的水果呀都装到了车里，嘟嘟嘟的走了。他们开着车走了。好，那啊，猪猪侠又在商店里等候着其他的顾客光临。这时候谁来喽？
那一辆小汽车走来喽，他看到这里又停下来了，看到这里有一家超市，看看是谁下来了？是爸爸猪领着乔治和佩奇来到了超市。呀，看到顾客来了，猪猪侠高兴地出来迎接。哎，欢迎你们光临我的小店。今天呢，新到了很多的新鲜的水果蔬菜，你们想买点什么呀？乔治和佩奇说：“哦，我们想吃好吃的，冰淇淋有吗？”猪猪侠说：“有，我们的冰柜里呀，看看这个冰柜里有很多的，冰淇淋。”你自己来挑吧。于是呀，乔治和佩奇就来到了冰柜旁。看到冰柜里头有很多好吃的。他们选了冰淇淋，好吃的冰淇淋。选了两个冰淇淋，这是什么味儿的呢？是草莓味儿的冰淇淋。好。咱们放到购物车里。爸爸猪说："你们俩还想吃些什么呀？"爸爸猪说："你们随便挑吧。"乔治和佩奇又看到了，哇，这里有很多的好看的蛋糕啊！那我们想吃蛋糕哦。于是呀，他们又拿起了一个蛋糕。我们要买这个蛋糕，非常好看又好吃。好，放到里头。我们还想喝饮料。猪猪侠说："这后面全是饮料，你们可以随便的选哦。想喝什么呢？有可乐，还有雪碧。这个是易拉罐的。"雪碧和可乐，那行，就买这个吧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买这些吧。爸爸猪上到柜台这里，付完账以后，他们呀又开着车走喽。爸爸猪带着乔治和佩奇走喽，嘟嘟嘟嘟嘟走喽。好，今天的客人很多呀。这时啊，看看又来了谁呀？是，嘟嘟嘟，是超级飞侠里的乐迪和小艾飞到了这里，看到了这里有一家超市。他们下来想买点菜回去，到了地下以后啊，他们就变成了小人儿，可以在这下面走的。超级飞侠来喽！猪猪侠呀，又来到了这里，给大家介绍：你们是想买蔬菜呢，还是买水果呢？我们这里什么都有，应有尽有。小乐迪和小艾说："今天呢，我们要买一些蔬菜回家做点菜。看看你们都有什么菜呀？瞅瞅这里，哇，有这么多菜呀！"给我们来一点。好的，你们想吃什么菜呀？这里有西红柿。买点西红柿吧。西红柿，还有呢，黄瓜。好吃的黄瓜，绿色食品。好，还有呢，包菜。好吃的包菜，还有这种，辣椒，黄色的彩椒，还有呢，
胡萝卜，我们需要胡萝卜。胡萝卜，还有啊，买一条鱼吧。这里有海鲜鱼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买这些蔬菜和鱼。好，猪猪侠呀，给他们算完以后啊，他们也离开了超市。他们夹住他们的好吃的就飞走喽，飞走喽。好啦，今天呢，猪猪侠的超市新开张，卖了很多的东西，生意非常的红火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感谢小朋友们的观看，下次再见。